荣环的，我们要进行表扬的就是 Team Elite Aquila。Team Elite Aquila 呢，在这个阶段呢，绝对是具有非常大的影响力。除了创造高业绩以外呢，更具备领袖对内完美的领导，而且呢，对外呢是妥善扩展的优势。而要成功达至 Team Elite Aquila 呢，必须连续3个月个人的户口达至8个3星，才可以成为 Team Elite Aquila。没错。他们体现的是无敌的风范，目标切切，他们就是 Team Elite Aquila。Team Elite Aquila。天鹰以雪崩之势展翅高飞。翱翔在无垠天际，俯瞰大地，世间万物一览无遗。天鹰领队，银河迅速，横扫天际，扶摇直上，傲视群雄。领导者的能力在这个阶段有了极大提升，犹如自由飞翔天际的天鹰一般，成功连续3个月，个人达至8个3星。我们每以最热烈的掌声有请 Team Elite Aquila Bello。 以及感恩 Riway 国际发展部总监 Dato Kennywall 在台上为我们加冕表扬，同时也非常恭喜 Team Elite Aquila Bello。